好，很好的视讯版本。那你要做视讯通话的时候，在手机上面你可以直接使用，在电脑上面你必须多安装一个外挂。好，他会告诉你一个外挂没有装，不管 Windows 不管 Linux 都一样，那你必须下载它的外挂。好，下载外挂下载完毕之后，就进行安装动作，在下载里面这个 Hangout 的安装，那你可以直接选择安装，安装完之后再回到网页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Webcam 来做。好，这已经装完了，装完了我们回到这边，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。那你要允许这个外挂，永远允许，永远允许，这两个都让它永远允许，允许，确定。那目前的视讯，然后可以开始邀请其他人加入你的